港星何家劲在广东摆摊烤串，一身腱子肉黑到发亮，又忙又热直咧嘴。近日，曾饰演过展昭的知名港星何家劲晒出在内地生活近况，他不惧广东40度的高温，化身烧烤小哥在室外摆摊做烤串，引起网友热议。62岁的他丝毫不显老，不仅长相依旧俊朗，身材也规避了中年发福，一身腱子肉黑到发亮，身材健硕有型。当年何家劲凭借1993年版的包青天中展昭一脚红遍大江南北，年轻时的他五官俊朗，妥妥的奶油小生。由于后来香港演员不断的更新迭代，何家劲决心转行另谋生路，他在2013年正式成为一名商人，商业版图越来越大。近年来，他在内地生活定居，并在惠州建了一个占地 5.4 万平方米的豪华工厂，该工厂还一度被评为国家 3A 旅游景区。无论是做明星艺人，还是做忙于事业的商人，何家劲都干出了成绩。虽然如今年过60仍是独身艺人，但也丝毫不影响他过精彩的人生。